早安，阿龟，阿龟是第一个进来的。看呢，在放我的音乐，音乐。等我一下。超高哎、欸，那个打量，打太多是不是太重？谢谢亲爱的枫叶。好啊，这样比较好看。哎、欸，这好可怕，好高，我鼻子到底是？画得很棒啊，我觉得很棒啊，很不错啊，我觉得不错啊。哎、欸，那是画上去的画太多了，刚补的。有屎，谢谢酷伟的土豆君。我现在来把它就是擦好一点。我就是，哎、欸，还，这恼羞，恼羞，就是有点啊，被发现了，画太重了，是不是？好啦，现在应该可以了吧？我觉得好像应该是 OK 吧。吃饱啦，吃饱还是想吃，这样比较好吧？我看不到，因为我戴的隐眼，度数没有那么适合。这样呢，好一点点。刚画太重，哈哈！我每次都是这样子，什么腮红的、卧蚕什么都画太重，这就是我的化妆的一个小缺点。对，早安大家。哎，好，真的还蛮那个的，蛮明显的。谢谢 Leo。我今天一整个早上都在听香港的男团 Mira 的歌，然后听他们的那个采访，觉得很有趣。早安，星仔，我想画太亮，应该不是吧？很喜欢里面的江涛、姜斌。Hello， 大家好，欢迎给我迪 B 啊！还没有夹，所以现在有点自然卷。在想等一下要卷直发，而不是要夹直发，还是要就是卷的一点点这样。Hello， 巴布 Jack， 早安小易。我只夹了我的刘海，嘿，大家可以给我特别耶。因为江涛他的就是粉丝都会叫他姜B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迪B，那是我高中初国中的时候朋友会这样叫我。早安热凯，
我覺得 Never Again 可以多啲留言，唔好理人哋點講。OK， Hello 俊賢，大家最近還好嗎？上個禮拜真的很多事情很忙，這個禮拜比較少一點點，下個禮拜開始又忙了。早安日落一笑笑，哎，落日，我每次都念错，是落日，每次都念错。早安星仔，我想说今天Bill Farrell 不是去逢甲大学嘛，然后我看到那个通告的时候，我就一看到我就想说啊，那是文件的，是文件的学校，你们还记得文件吗？文件是我请了一个就是粉丝，他也蛮久的，所以呢，所以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是还记得他，然后还记得他是逢甲大学，对，然后我就想说啊，如果我可以去那个学校，对，如果我可以去那个学校表演就好了，因为那是文件的学校。不要啦，不是不要念错名字比较好。谢谢落日一笑笑，我就很容易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些字，然后你就会把它就是不自觉的反边这样子念。Hello 衣服，对，文件的直播也是打这个名字。你说文件还是落日？Hello， 大家早安。我们礼拜一去了，谢谢志伟哥的石头。我们礼拜一去了那个宏光科技大学表演，然后觉得，是学校哎，我好想要读书。每次都是想说好想读书这样子，就是到学校表演就会说好想读书。没有抢到 reset 的票 ，reset 的票我觉得很难抢，就是很难哎。抢不到 reset 的票，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可惜，因为我们10月、11月都比较有别的活动，不知道会不会再有 reset 的公演。以后应该是还会有啦，可是我不太清楚，所以就是等以后有机会再参加这样子。那蛮可惜耶。艾米有讲星梦应援棒，去学校校唱也是，就是蛮好的，超好的。
目 Never Lucky， 酷勇直播啊，陪我直播，多谢 Satan 的玫瑰 ，Satan。我想要换耳机耶，我想要换，你可以推荐我吗？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你懂的，你懂的，就是很想要用比较专业一点的耳机，所以你要推荐我，好厉害，推荐。还没有开学，我也很想要开学，可是我没有读书，预算，你觉得耳机大概要多少？北部大学做事，我们都跑台中的，台中、台南，然后台南忘记有没有，可是跑的都好像没有台北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的，很多歌手去表演，所以就不太需要我们去，我们去哪里都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校园场很重要 ，Always beside you， 都在 Never Lucky。开水族馆的理工男，我是开直播的小宅女。哇！哇！通勤用还是打游戏用？你说什么？那个？北极星说哪个？下个礼拜开学之后只能上课跟直播，没办法，大家要专心上课，我说不能翘课，知道吗？不能翘课，虽然翘课应该是蛮好玩，可是不行。Hello， 宽宽，耳机。通勤用啊，耳机是打鼓的时候用。因为这是平常的话，手机已经有 AirPods 可以用到，所以这其实蛮方便的。练舞什么的都可以带着耳机练。啊，挺甜。那耳机通常多少？就是我觉得一般正常的价格偏好一点的那种，就是你懂吗？就是。那我要跟日友同款，17000就是多少港币？我算一下，4000多，是吧？4000多5000港币。陈勋的荧光棒，耳机的话，我比较喜欢那种 bass 的声音，就是，什么叫木耳？好吃哦。Hello， 连登用我名上，用我名上连登嘅，又不见那个，系你啦，唔系上堂咩你？嘿嘿，就跟我，你看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Hello， 淡江小龙。
恭喜小凤姐，来看我。最近其实真的蛮多活动的，但是十月、十一月那不是下降。然后我们要买很多票，要用很多钱的感觉。那个阿如，也是有三个，我只看到了那个。等一下，我先上去，我看一下。谢谢洛克的玫瑰，哪里啊？我看一下。木耳就是听不出来耳机的好坏。然后阿华就是说黑黑的那个就叫做木耳，然后北极星说耳朵木头做的。那我其实我预算没抓那么高，因为我就觉得你懂吗，就是那个薪水跟那个耳机的话，就是哇，就是有一点哇这样。可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没有想到薪水部分，我就会觉得还可以啦，还可以啦，买了 就用啊，用了都没差，好看。对啊，那么高我都拿去再买一双那个啊，圈九宝铃，就是，对我没装那么高，只是没有上限，你懂吗？懂吗？就是你懂吗？那个，好 ，Leo， 你知道我这是一个。哎 ，Leo，Leo， 嗨，宽宽，那你们要不要合资抖那一个？那个比较好用的耳机给我，什么 TP 什么写什么，哎 ，TP Band 的小弟加油哦！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耳机之后都可以，就是努力打鼓打得比较好，节拍不要错哦，不要打错哦，不要犹豫什么的。要修，我没有歌头，没有。Leo 还不来运动啊？对啊 ，Leo 不来运动啊，小弟你不运动，小弟都不运动。所以你要去运动好不好？你去运动，我就去跑步了。还不要那么认真，不要认真。我是说耳机方面不要那么认真，因为就是我就是公司好像不能收这种电子的东西，虽然我很需要，可是好像不行。有听到那个风扇的声音吗？我怕会太吵。小迪是要买苹果新出的耳机吗？不是不是，我是要买那个。打鼓可以用到的耳机。哇，这个人唱歌蛮好听的 ，Chill Up。Hello， 贤仔。对啊，我知道公司好像不能收那个。等一下，松烟全品一楼休息一段时间，支持的大家最近好像打九折，对，那个休息那家好像打九折，你们可以去看，因为我有加他的 LINE 的那个会员，所以呢打折咯，去买衣服了大家。落日一笑笑，你的那个建议是很棒，可是我记得他们好像会捏那个娃娃，那就不能捏耳吗？嗯，所以就不能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埋在那个松烟成品的那个草地，然后就给我一个，然后就寄我一个什么宝藏图，就那种航海图，然后就我就去那边就是寻宝，对，就是看到哦找到了耳机这样子。我跟你们说，真的不夸张，我昨天大概10:30左右回到宿舍，然后我就去买了麦片。那个麦片有多大？好像有500还是600克的那个麦片。然后我昨天就想说，吃几口我就去睡觉了，就洗澡睡觉。然后结果我就吃了大概1/5，对，我就想说不行了，不能再吃了。然后今天早上大概8点多起床的时候，我把它整包吃光。我整包吃光了，真的不夸张。我昨天又拍影片给孟辰宇还有给 Lazy 看，我整包吃光，呵呵，好爽！给你们看它有多大，我把它丢掉了，就是已经吃完了，就这么大了。昨天还是满的，然后昨天晚上吃到这里，然后今天早上吃完，麦片王 ，OK。但是不行啊，懂吗？其实麦片真的很胖，一包这样子可能1000多这样。Hello Marco Rice， 对，就是昨天晚上跟今天的早上，我就把它吃光，很爽。就吃东西多爽嘛，可是我好饱。去台中买了什么东西？又买了老婆饼跟太阳饼，就想要送给朋友的这样。很扯嘛，比扯铃还要扯。去看包装，我昨天买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那个包装。其实不止这一包，等我一下哦。还有一包什么 Special K 的蓝莓杏仁口味。再来，我快吃完哦。昨天还是这样子的。Final 1 2 3 4 5 6袋，哇！有心哦。还有啊，我跟你说，对运动会我就坐板凳。我跟你说，我运动会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运动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烂。我真的，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拿过任何的奖牌。跑步很慢，没有耐力，力气也没有到很厉害。可是我跟你说，如果在 TDP 要比什么，比腕力还是比什么的，我应该会赢吧？对，我应该会赢。可是如果你让我去比什么比赛，就跑步啊、跳远啊、跳高什么的，我跟你说，我最后一名。因为你看那影片，你也看到了，我真的是运动超废。我甚至我连就是运动，就是体育方面，我在高中里面我应该是倒数好几名。我跟你说，这席子有我都应该不会赢。啊，你好羞啊！对不起啦，这席，我真的是不会赢哦。我这个力量很高而已，对，我是观赏足球，不是那个。那我看到有人说要跟我的菊花合照，谁要跟我菊花合照？太奇怪了吧，跟我菊花，我菊花那个谁？问号。而且落日一下下的幸运是夜条。好，那我就说，神隐地狱奇迹，昨天生日快乐。对啊，我觉得不是，就是来看，就是我觉得来看比赛就好，开心就好。我跟你说，
压萨库拉，因为小尼奇运动超烂，真的，我真的不骗你，我真的运动很烂。我是那种叫我去运动，我就不要啊，那么累，为什么要运动？我比较喜欢打游戏。昨天面面在推销 Basic， 其实说实话会有点惭愧，在我讲那么大只，然后我运动超烂，到底是怎样？帅哥不懂为什么我讲那么大只运动那么烂。好，现在就去压巧克力子，因为我们有卢卡，卢卡一个顶十个，好不好？因为显离奇都是一个运动超烂的人，所以我需要像卢卡一样那么厉害的队友。好啊，我跟你们说，我运动会还是会尽力，可是我尽力了。大家可能就觉得哦，小尼奇没有在尽力啊。可是我跟你说，我已经是尽力了，因为我运动真的超烂。肌肉而已，我是那种有肌肉然后运动很烂的人。比拔河的话，拔河要比拔河，我跟你说 ，Daisy 就赢定了。可是其他的不行，除了拔河以外，其他的就算了，好不好？其他就算了。尖叫声，因为我在看 YouTube， 然后呢，然后这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那个猜拳啊，我跟你们说。小迪就第一个猜输，因为我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管我是玩什么，就是从跟成员随便猜拳啊，玩游戏猜拳啊，我全部都是输的，对，这猜拳大家也不用期待，哦是吗？猜拳不用期待我，好不好？他有软滚滚，感觉小风仔会跑步哦，小风仔感觉跑很快，
对了，想问，刚刚阿如问我是不是都是吃麦片？对，我昨天吃超多麦片，所以我一定会变胖。超好吃，我每天都这样子，我说很开心，吃东西就很开心。吃东西也是我的解压方法。如果你们看到我变胖了，就是说明小弟压力很大哦。对的，昨天吃的是巧克力的那个 Coco 的那个。我也是运气很烂，抽那个 AKB 的那个的时候，我永远抽的都是抽到一星两星的卡，就那个卡崩，是吗？赌崩，对，然后我叫我朋友帮我抽，我朋友就抽到，帮我抽到四星的九宝铃音前辈，我说哦天哪，为什么我都抽那么烂，我朋友就那么好就可以抽到那么好的卡，干头，感谢坤坤的天平宝宝，向你们放个音乐。对，而且我抽卡的都是那种保底才抽到五星的那种卡，是吗？颁奖，我觉得颁奖运气还不错哎。哇 ，mini concert。保底，对，保底也是我唯一的救赎。飞宝，低宝，不要啦！我讲话大家可能听不懂，我讲话不太清楚，这样子。最近没有。刚刚就大声写，这次不错，很棒、啊。有没有憧憬过读大学？有没有憧憬读大学？我有，我有憧憬读大学。特别是礼拜一我们去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读大学。想说运气有用对地方，那很好哎、欸。我的运气也可能就是用对地方，而不是用在游戏里面。所以牧羊犬的运气也是看游戏的，对不对？超好啊！对，我要做好一点，不好意思。好，就先去忙。主持多去练习自己人的墙，比较不会紧张，好像也是。可是因为我的声音很细，所以不管我讲什么，大家都可能就是会被外面的那个声音啪啪啪，然后我就然后就外面就啪啪啪啪，我都完全听不到我的声音。对，所以就是这样，就是要请大家合作，就是可能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都要先安静下来，不然就听不到我讲话这样。谢谢周的石头剪刀布，剪刀石头布，好，我小风仔。外面不可以有声，对，
就是你呜完之后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呜完，然后自静下来，然后我再讲，呜，我再讲，呜，然后我再讲，这样子。我也想跟企鹅合照，因为这企鹅，你懂吗？就是觉得都凑不到企鹅，就有点。为什么啊？为什么抽不到气了？就是越想要抽到越抽不到，就是像那个生日会什么的，别人抽到我的粉丝，我的粉丝，对，其他成员抽到我的粉丝，然后我抽到别人的粉丝，就很生气，能收能放的概念。好好吃。运动会的票是不是卖完了？谢谢小风仔的土豆君，好多米粉进来了 ，Hello 米粉们。跟阿如一起吃一样的玉米笋，玉米笋。对，因为运动会很大。大型活动，谢谢 Amrose 的剪刀，谢谢无意的枫叶跟小叶的土豆君，谢谢柠檬的土豆君，还有小叶的枫叶，然后。对 ，reset 的票就已经卖完了，是吗？很快耶，速度，但 reset 公演很难抢耶，听说都很快就没了。感谢圆滚滚的剪刀石头布，我看看。现在说，人家是秒杀的那种，真的，付钱都会出现错误的那种，都抢不到票。好像都在 7 在全家买的是吗？对，我也觉得要抢票的话，就是 7或者是全家的机台，在全家，好，在全家抢一抢看。10:50，守在全家的机台。那如果刚好有人要用怎么办？就一直站在前面，或者去别家。40去，品贤是50去，六是上班跑出去买，还跑啊！就是幸好那边有新开了一家全家，
啊，对，网络上可以看到我们在那个宏大那边。人哥就是哇，还遇到机台卡子的话，真的太难过了吧。啊，又原声跑出去。小约11:30，早到比晚到好。英雄，我刚以为牧羊犬是11:40，结果你是20分，太早了吧？半个小时已经很早了，没想到，太厉害了，我没办法耶。我是以前我买票就是我买的那种演唱会啊，就是没有人要去看，所以我就很快就买到票。啊，喵9:00，太早了。对，幸好就只有阿嬷的话，那就不怕机台用不到，或者是有人在用。因为他们都好像不太会去使用那个机台。还是超哥的土豆君，玉米笋是蔬菜吗？他是圆形的红萝卜。是蔬菜，那它变成玉米的时候，那就是淀粉了。对和阿如，阿如很懂哦。哎呦，现在的剪刀石头布，玉米水，把它们送进我的口里。受不了麦片的诱惑，生日会要排队抢位置，生日会也很难抢耶。那生日会跟 reset 哪个比较难抢？是萝卜，红萝卜。我觉得生日会的话，要看是谁的生日会。我觉得，SSKL 一起办生日会，牧羊犬开心起床我的，伸个懒腰，等一下，哇哇，好。Yeah.
觉得猜拳应该要去比较大的地方，猜。明年男生会，明年二月还是一月不知道。对啊，牧羊犬。考试哦，考试。对啊，没办法哎。我要把它吃完了，受不了，好不好？受不了，啊、痛，打到手。那一次记得说，那一次牧羊犬还没有开店的去牧羊犬 ，QQ 切啊，你们，哎呀，怎么那么累？可是我好开心，懂吗？可是我很开心，我这虽然看到你们抢票抢那么辛苦，就是会很心疼，可是又很开心，因为你们愿意为了我，就是我们，然后就去抢票什么的，就觉得很感动，懂吗？就是很开心，懂吗？你懂吗？你懂吗？对啊，有。就是第二篇，陪牧羊犬站。我按禁言呢，因为他虽然我有问其他成员我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如果你觉得看到真的会难过什么的话，那就按掉吧，这样子我就哦好。但我是那种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我就去问别人意见，那别人就会给我这个意见，跟我就说，可是会被发现吧？然后他就说，嗯，对啊，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会不开心的话，那你再按吧。那就说哦好。咪讲。你讲，第三个人，所以他们是可能跟你们距离了一两个小时才去排队，是不是？我把它吃完。那时候还不知道企鹅是企鹅，然后你们。一起发现啊，你们都是买生日会的票，所以就知道对方是吗？那些说实话，我说不是有时候会去跟别的成员讲我的事情吗？然后。就是这样子会很影响我跟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就觉得那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已经有其他成员就是走过来跟我说，嗯，小迪真的很，我想跟你说很久了，就是很不好意思，因为嗯，有时候可能有些粉丝会来到他的直播间讲关于小迪的事，可是嗯，跟那个成员都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想要就是给予回应什么的，所以就觉得已经很影响我跟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就很不想要这样子。嗯，哈喽，同意。哈喽，同意。掉了。
的就是我跟粉丝间的关系也会被影响到。对，比如说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然后他听了别人讲的，然后再听我讲的，那多少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都一定会就是讲对自己有利的话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有什么事情那就当事人跟当事人解决就好，为什么还要跑去别的成员的直播间去讲小迪的事情？然后就会别的成员就会觉得，哦，小迪就是有问题啊，小迪就是太什么样之类的。对，不了解事情的全貌都会有误会。而且说实话，因为粉丝跟偶像之间就是我们不是你，你们也不是我，也不会理解到我的情绪，不会理解到我的感受，所以你就是不能硬把自己的想法套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别人很辛苦，你自己也很辛苦。就比如说你觉得，比如说我，虽然我在直播间不会太常讲到我很难过很烦心的事情，或者是我有讲，可是我讲的那些就只是我心里的难受的部分的十分之一这样子，那可能大家接受的东西就是比较怎么说，可能我讲的只是我的烦恼的十分之一，然后别人就以为我已经讲了我所有的烦恼这样子，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想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烦恼，就是像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这个凡士林是空的，然后它空了之后我就会想说，啊，它是空了，它怎么空了，然后在直播间就讲了它为什么会空了，我好难过这样子。可是其实我虽然有这个，哦，这个凡士林是空了这个想法以外，我还会想到，啊，那怎么办？我要去买吗？我要去买比较便宜的吗？我要买什么口味的啊？我要买什么的？我要怎么了？我怎么了？就是我讲的都可能只是，哦，这个凡士林是空的，可是我心里是想，这个凡士林怎么空了？我要去哪里买？我要去买什么口味？我要用多少钱去买？我要怎么去买？我要什么时候去买？我都在想这么多。对 ，OK。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除了我讲了一些我的难过的事情，除了我讲了我很难过的事情，大家就会以为，哦，小迪难过的是只有这一个东西而已，可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就是小迪除了这个东西在难过的时候，他心里还会有很多内心的 OS， 还是一直在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应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下一步要怎么走？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不一样，就是你们不理解的是所有的东西，你们理解的就可能这个东西的一部分而已。你就是我觉得国术很辛苦，我也很辛苦啊，因为一直接收国术给我的很多很多的意见，我知道有些我觉得是没错的，是很对的，可是呢，那要就是想过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烦恼，
比如说国叔觉得我不努力，国叔觉得我没有了初衷，国叔觉得我已经就是觉得自己很足够这样子，可能国叔是这样子想我的。可是我自己除了这些难过的东西以外，我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除了我刚刚在讲什么，是吗？你确定？对，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因为你们在外面看我们就觉得哦很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们是里面这堆的人，所以外面的人是看不到里面的状况，所以你们就是可能会这样，懂吗？就是好很难去解释这种事情。所谓的初衷，为大家带来快乐，对，我一直都有这个初衷在，我一直都有。因为我表演的时候就很希望大家看到我就觉得很开心，大家看到我会被我的笑容感染，会被我的享受舞台的那个心情感染到。对，我是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完全从来没有把它抛弃过，没有把它丢掉过。只是除了这个初衷以外，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除了给大家带来笑容以外，那我的家人呢？我的未来呢？我的面对种种的现实情况，面对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就很不一样，就是多了很多东西要顾虑。不是说没有了初衷，而是现实叫你需要兼顾很多东西，你还需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这样子。初衷这个东西，对，阿华，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用文字去解释。我没有改变初衷 ，OK， 初衷没有改变。我在舞台上还是想要给大家带来快乐。可是这个初衷，对，这个初衷从来没有改变，一直都在，只是外面多了很多东西。这个初衷以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现实，就是你的责任，你的家人朋友，你的未来，对，懂吗？就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这样子而已。
啊，好，没错没错，对，初衷不是不在，而是我想的是更多的事情，不是想要得到什么，不是想要去做什么，而是这个初衷的背后还是有很多的责任。很多人不开心，要让他们开心，那他们不开心的点是因为我的话，我会愿意就去做出改变，对，我愿意去改。可是如果就是看了小迪的表演，会觉得不开心，然后跟我是说，我就有点对啊，挺闲，没错没错。对。其实说实话，说到粉丝的回馈，说到粉丝的信什么的，这里面有说到，里面就有说到，就比如说小迪给我很大的动力，小迪给我很多的力量 ，PTP 为我带来很多力量，这都是这是我想要的东西啊。这就是我想要大家拥有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对小迪，对小迪可能有想法，觉得小迪这样不对哦，你可以就是。来呛我，跟我说、哦。可是当你跟一个人讲，这个人再把你的话转化再跟我讲，我就觉得有必要吗？而且就是别人转达的话，感觉又不是你自己想要说的话，就可能在这个转达的过程中，这个人用字不好就会改变。对，转达的意思会扭曲，而且我觉得，当然证人也很棒啊，证人也会就是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然后证人，就只是说做一个偶像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很直接。很直接的给你意见，对。对。我真的很需要这种直接，对。而且对，我是不一定是。不是不一定要替别人转达，不能每一件事都想要帮忙。对，我也废。可是虽然我们废，可是我们都。还是会自己喜欢的东西努力，对对，无音。而且从来哦，大家听好，从来没有，我没有从来没有请古树
转达给我知道 ，OK， 我从来没有。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想给一些就直接给，不要转达什么的。那像一个女生一样，比我还要麻烦 ，OK？ 还能不能转达？转达什么啦？有什么话直接说啊？还在那边，笑起来不要笑那么开，因为他笑得好丑。这样，然后就转达，就叫一个人转达给我知道，就说，小迪，你知道吗？有人说你笑得好丑哦，叫你就不要笑，就这样子的话，这个原句跟这个句就完全是不一样了，懂吗？就是一个就是说不要笑那么开，另外一个就说你笑得好丑。所以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原本的意思，然后永远不接受到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会变成，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要笑吗？我要笑吗 ？OK， 懂吗？就这个例子，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对，有人说，有人说 ，OK。有人说，哎呀，小迪怎么样？怎么有人说什么什么？其实到底是，有人，好，有人，对啊。帮我做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直接说，谁不爽小迪直接说，结束了吗？有人说这个话题要结束了吗？阿华，对啊。转达不是国师的责任，很多时候算了。而且其实我又觉得，有时候真的有一些事情直接说，或者是换一个方式讲会比较对，就比较能听。阿如跟我说，他弟跟他说，小弟真的很可爱。小明，对，我刚刚想说什么，我忘记了。对，传话会有初日。打架。我等一下再剪，掉在地上。麦片人生，你有什么时候去运动？阿华多重啊？阿华体重？一包，然后吃光了。
我在等 Leo 去运动啊。 Leo 不运动我也不减肥好不好？不行啊 Leo， 你要想着为了小迪，为了小迪，为了小迪要就是为了小迪要开心，你要去运动，这样子好不好？不然你不去运动，我又不去运动，然后我们之后就是一个互相伤害的关系。你有运动好吗？对啊，我要去学校治啊，可是也不是穿那个什么泳装啊，所以还好啦。那么多布，就是我们穿的那么多布。你们要不要去水下治？在下面一边游泳。哦，小迪，小迪，小迪用水喷我，喷我，呜呼！我，然后我都就游泳，游泳的时候就喊那个水，噗，然后你们就哇，喷我，喷我，小迪喷我。泼你水，泼水。要求，然后你们就可以去那边玩水了。现在帮组团，你们去组团好不好？组团去那个宜兰玩水，就可以看表演，又可以去玩水。当然不会穿泳装啊，怎么会穿泳装？都没有泳装的单曲了，还是穿泳装，一边穿泳装一边呜。其他团有泳装吗？有吗？我跟你们说，如果泳装单，我可以站中间的话。我都努力减肥，笑死你了！不会了，不会有泳装单的，没有那么快。本家有，对。我要好，大家，我来立一个 flag， 好不好？我来立 flag， 等大家预备好我再立，好不好？你们预备好就立喽。空白。对啊，本家也很久没有泳装。来，好，等大家回应，我再来立 flag。我跟你们一起立，好不好？跟你们一起打 flag， 跟你们一起，是跟你们一起哦。所以这个 flag 是我们的 ，OK？ 是膝盖帮的每一位哦 ，OK？ 每一位哦。好啊，准备好了吗？你们也要立，你们真的确定？确定？好，我立。我说，预备好了。我想说的只是，不能先跑，空空不能跑。我说的是，预备好了吗？嘿嘿。我说就是这个 flag 是膝盖帮加阿华 ，OK？ 膝盖帮加阿华。如果下一次的夏天的单曲是泳装蛋的话，我又站 C 的话，你们就要穿泳装跟我一起出席活动。就是见面会啊，什么那种啊，你们都要穿泳装 ，OK， 好不好？立爆这个 flag， 我立了，我立哦，可以吗？我说下一次 ，OK， 你们要陪我一起穿泳装，你们嘿嘿，怎么可以穿外套？可以穿外套，对，啊。我立好了，我立好了，啊，也是啦，也会被，好像是，OK， 应该会被
抓，我也觉得应该会被抓。那不要不要不要，那你们要，你们每个人都要带一个有关于去游泳的时候会带的东西，比如说那种就是水，那叫什么浮的那种水泡吗？水泡我不知道怎么说，或者是带那个游泳的那个墨镜，好不好？你们就是带那个什么蛙镜，对，你带蛙镜啊，带浮板啊，带什么那种，反正是游泳会带的东西来的哈。你可以阿华可以带一个泳帽，没错，但你可以带泳帽。你没有泳帽的话，我可以借你，好不好？我有泳帽，我可以给你看啊，我真的有哦。好不好？泳帽，OK。阿华，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哦。黑色的，我还有一个是粉红色的。如果你需要粉色，我也是可以给你。可是我没有湖水绿，所以大家记得要这样子出，就是来哦，好吗？好不好？我这有。我很想要看阿华穿泳装。好吗，大家？啊，没有的话跟我借哦。下一单的游泳单的 C 的话，你们就要带蛙镜。蛙镜这已经很可以了哈，蛙镜都很简单，是不是？我觉得我戴的好像毛毛，看到那种啊。面包师傅，最新的那种什么潮流，这样出门，大家 check it out， 白痴啊，牧羊犬，这个局我布了多久？我刚才布的。蛙镜你可以戴得很帅，戴在这里，戴在脖子。泳帽。不会被笑死，只要你有自信就好。加一个蛙鞋，太夸张了，不行。好了，我决定，为了这个目标，我晚上我做完我的事务，今天晚上就去跑步。我还要打卡，好不好？蛙鞋怎么走？啊，这样走。望远镜，六还是要运动。不行，你有药。可是我都跑健身房了，跑外面很没有 feel 了。我不知道跑是在外面跑要怎么跑，所以我都跑健身房。对，我觉得减肥来说，五一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五一超厉害，好不好？突然当兵之后，哇，我吓到，怎么变这样子？五一吃多一点，对，在里面跑比较舒服。
开景太厉害了，我没办法在山那边跑，先跑一跑我就跌死，我跌死。谢谢，不客气。可恶，对，哎呦，不要给我挖坑。那我也胖一胖就回来了。我是胖胖，好热。我这个当兵当兵是吃猪脚。这个屑屑到底要怎么吃？不是吗？当兵不是吃猪脚吗？落日一笑笑，我也想要买健身碗。那感觉不用出门。哎，我曾经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在宿舍自己的房间自己买一台跑步机，或者是那种单车、飞轮那种，结果没有买，我觉得太夸张。买了健身房是用来看朋友健身，对，我想要买那种的单车，我没有 switch 啊，因为我都打电脑。社区感觉很厉害，冇错，系啊。今日大家屋企嗰间咧，其实我大家想象中咁 rich， 其实我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就是没有赚那么多，也没有家里也没有很有钱，我只是一个小康之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其实我比较爱花钱而已，就比较舍得花钱啊，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还是对朋友。对，我知道，我知道。想起我的枪，我的枪，我基本上，我本来我跟你们说，那这个礼拜不是比较多时间吗？本来就想说要不要。要不要？我觉得我讲出来会被你们笑死。那你们会想知道吗？我会不会被促进啊？是这样吗？因为有活动，就是你打完之后他会送很多枪给你。你准备要笑了？我是说真的哦。我本来真是抱有这个想法，好不好？我就认真的在讲。等我吃完这一口，我没有氪金，放心。我已经不再相信游戏这个东西了。QQ， 我说，预备好了吗？先把东西收起来，给大家来一个。惊喜好不好？就是呢，我原本呢，因为呢，游戏啊，它有活动，就是要一直上线打游戏，上线打游戏。所以呢，我本来是想说
这个礼拜到底要不要住在网咖里面疯狂打游戏？然后就想说，那都可以一直跑那个，就打那个游戏的活动啊，那蛮爽的。要吃什么就点就对了，大家不用动了，自己睡在那边。我就想，哎，好像不太好吧？就是这个，我还要开直播哎、欸，我还要开直播，这不行哦，所以我就放弃这个念头了。哎，真的，我说真的，就是我。上个礼拜的念头是不是很母汤很夸张？对，会被骂死，不行，我不行。对，在宿舍也可以，可是在宿舍就很，你懂吗？宿舍就没 feel 啊！哎，那个还会 lag 哎，然后还要开冷气什么，那么热，那我还看那么便宜，住在里面就好啦，对不对？等到在宿舍啊，吃的要自己准备，吃的要自己拿，那么麻烦，去厕所也要走出去，烦死了。对，我也觉得会被骂爆，可是我只是想而已，我没有做 ，OK， 我没有做到，我只是想而已哦，想一下而已啦，这太废了我。可是我觉得其实啊，我要帮自己讲话的就是。就是其实，可是我还是没有做到这个事情，我只是想了，先想。我不会，我就想而已，想而已。我不会在 IKEA 直播。我想想，对，我真的没做。我没有做这个。哎，梦辰，对不起，梦辰，对不起，默默，可是他不在意吧？对，我也怕，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多了一个黑粉。下一次就去网咖堵我了，是不是？放心，你不会见到我，因为我没有去网咖。没有啦，大家打游戏就是我的解压方法，然后还有的就是，然后就是那个吃东西也是我的解压方法，所以。除了如果姐姐们看到这直播想骂我的话，那我也希望姐姐们知道我体重变重是因为我压力很大，然后我就是对体重变重就是因为压力很大，所以就吃很多，就是一个心理疾病，对，所以就没救，小弟没救，可是小弟会去运动，因为小弟就是想要减肥这样。哎，突然。我觉得会被骂爆，要修，算了，没事。但有个底。摸摸头。啊，虽然我变重，可是我的衣服还是挤得进去的，懂吗 ？OK。我觉得是因为麦片的问题啊，麦片就越吃越多啊，对啊，那就会变胖。而且麦片那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以就是不吃呢 ？OK， 我发明都给谁哈家？一颗美心月饼。对，所以你们是真的不用担心我真的会变很胖什么的，但我还是会有自觉，我不是那种不会胖到哪去。
等我。麦片热量真的不低，可是幸好我不吃饭。还有多喝水。我跟你说没有哦，每一个 TP 的成员都是健康的，没有到很瘦。对，我觉得如果我要说瘦的话，其实去年的夏日祭典，我最满意的就是去年夏日祭典的时候的那个身形。对，我也觉得平安太瘦了，我觉得我一只手也可以把平安就是举起平安。对，有些人是真的太瘦了，可是他们不是不健康哦，懂吗？对，我是上海跟那个夏日祭典的时候是最满意的，可减可增，没错。哎，我今天要卷一点点。不会啊，我去年是运动瘦的，还有我吃的很健康，但是很健康，不是吃不够，是很健康哦。好啊，五一先上班，拜拜，五一。我去年是吃的很健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绝对不是不健康的瘦。现在是多了麦片这个东西，这个邪恶的东西，真的很开心，吃的很开心。对啊，你还记得牧羊犬？我还记得你有真的有做到，我有看到，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才不会踢一踢就会断呢，才不会。我觉得今天不会卷的好看，因为就是因为我没有对着镜子，我是对着这个镜头卷。邪恶的麦片，因为我的午餐都是吃蔬菜，还有蛋白质，然后被超级多麦片。上一次 IG 觉得蛮好看，谢谢。就是那个我也觉得是我卷的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橘色珍珠音调 ，Leo。那是我最成功的一次，可是发尾很难卷，你懂吗？你看，发尾真的很难耶。我直接一整撮卷呢，这很不行哦，不行不行不行。笑的你有会唱，对，我最近有练习这个，但想说我每次都直发的话感觉很没有新意，会怕吗？会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很怕大家看得很腻。可是我其实我很喜欢直发，因为很方便。对，可是也想要多一点新的东西，多尝试看看。当然还是会，就是有假不好的时候，还是要多练习啊。其实我现在对我的未来有一点点小小的计划，所以因为我知道这很多事情要靠自己，所以我就有一点小计划，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支持。这是我自己心里的小计划而已。
露额头，不要，额头不会跑出来，你放心。不是什么计划，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小小计划而已。先是颁奖的礼物，那个苹果头真的是我的败笔，因为我的刘海太卷上去，看到我的眉毛超糟糕的，我很后悔，卷得很奇怪，是太卷吗？还是太卷太上去之类的？你跟头像不你给你啦。那不听那口是大选吗？太卷了，我也觉得有点太卷。大波浪不行，那种会就是很怎么说，那种很看到就会卷到脸很蓬，懂吗？其实我本来只想要这里小卷而已，没有想要卷到那么高。把就会开始生气，哈哈。对，大卷太成熟了。你后生个 never kid 都，哎呦 ，never kid 都后生噶 ，never kid 纹身好正啊，好坏啊，睇落好曳啊，睇落好好，就是会，就是在我面红心跳嗰种好坏感觉。Oh my god！我是说 ，Never Kid 他有纹身，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他那种纹身看起来就是很坏的那种，就会有那种让人有一点脸红心跳的感觉，就很像那什么古惑仔那种，我就哇呼呼呼，就那个电影里面的那种形象，我就觉得哇，好像蛮酷的哦。班伟要上班了，拜拜班伟。他的手很帅，对，就是那个纹身很帅。之后几岁咩？唔知啊，但系感觉应该廿几、廿六、廿七、廿六、廿七、廿三、廿四，唔知。哇，你喜欢这种吗？我喜欢乖的男生。我是喜欢，说实话。我是喜欢乖的男生，可是我是会被坏的男生，就是被他们的气质吸引到，可能一两秒那种，不是一两秒，就是会被吸引到。可是我真的喜欢的是乖的男生，对。像我哥那种就对了，我哥那种很淳朴又很真实的，很好的那种。几岁啊你？几多岁啊？请问，真的酷哦！对对对，我喜欢乖的女生吗？好，我是喜欢女生的话，我觉得女生的个性真实很重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框架里面，对。MK 是什么意思 ？MK 的意思就是像加酒的那种感觉。那表情就是刚刚市民问我是不是会不会喜欢不是，他是问我，那你喜欢乖的女生吗？我说女生啊，女生，女生哦，女生的话，我觉得。活出真我，对，真实一点，你可以真实的爱我，感谢大家。女生，我觉得不要被等你理由。我觉得女生的话，其实啊，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不要。
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就是不用活在就觉得女生需要找一个怎么样的男生，女生要温柔体贴，女生需要怎么样，不需要，跟你说做自己就对了。我这一撮头发真的很难卷，又很地狱。人他感觉很乖呀、啊，你最乖乖嘞 ，Never Kid 最乖乖嘞，咋个？哎，其实我觉得女生好像乖一点蛮，就是就蛮会被喜欢的。可是呢，可是我也觉得女生的话是有趣的女生是比较多人喜欢，就是那种比较爱打闹那种。When September's ends， 其实我很想要发文，很想发一篇文，然后那个 caption 就打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s ends。对，是啊，很真实，觉得很棒。这要压一滴。放风筝一个字，放秃定放温？对，活泼的就好。哇，太卷了！在做什么？我是看状况能动能静。所以要乖啲，如果唔係 ，Never Kid 會中意我。所以 Yabuki 那可是比我小的嘛。我是说，直播里面的那个不是真实的，我知道真就是现实世界那个真，当然是比我小。我喜欢那种很狂的女生，不是说那种抖音不知道在干嘛的那种。一次过吃两包麦片，大食，唔大食，但系我唔知道。好害羞。比我小，那不要比我大好不好？抖音那种我真的是很无奈，好不好？就是我喜欢那种很狂，说做就做，说走就走的那种女生，我很喜欢这种女生，我觉得很棒，很自然，很真实，很狂。然后，对我真的是喜欢很狂的人，可是不是那种，很问号的那种狂，你懂吗？潇洒女生，对，对，有目标就是做的那种，很棒，不是那种只有讲的。所以那可是比我大小，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年轻耶，没有想到不是那个比我小，就是我是说直播里面的，不是前辈，不是前辈。我以为是亚洛老远，长相不亚。是潇洒的，说实话，lazy 梦辰需要这三个。他，我觉得改名字，他就会改成我的名字了。有这样吗？这样太
太不行了，太高了。还是这样。对，真的，他会改成我的名字，跟你说，因为他在讨论区都是用我的名字，要是呢，别人就以为那是我，那不是我。飘的比较可爱，飘的吗？飘，你说这种啊，我绑一下。梳头发，这种，你看我的苦笑的脸，还叫当事人出来打球，他鸡同你改名 CP， 西哥我改，咁系男仔定女仔？全部都是男生吧？这是一个讨论区。香港热门讨论区叫做 UWANTS UONS， 不是啊， Hey Nevaki 真蛮喜欢你当年最后还有那首台你耶耶哈哈，这样吗？挺不赖的，哎呦不错哦。谁会在讨论区用本名啊？问你们，白痴啊！谁会啊？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在讨论区打显迪奇，然后我也不会在讨论区打 Elson Chen， 也不会在讨论区打嘉阳，不会打 Leo 爱华，可吗？真蛮想你的。脸书我都不会用的，你会冠伟，你会，你姓什么？冠伟姓连，我知道了，冠伟姓连，然后莫雅泉姓真，柳姓，等一下，姓陈吧。然后叫子，不告诉你。品贤叫李品贤。哎嘿，我要报你们名字，我已经下。我当然知道我是谁，我是贤迪奇哦。我可是贤迪奇哦。但你们很低调的我都不知道，阿华忘记了，可是阿华是姓一个很难记的姓，对我来说叫什么，这么华华华山论剑，对，我知道你好，我知道不是姓陈啊，可是我知道你叫子，我不念那个名字，胡建华，胡建华，建什么，胡建华忘记了，在笑话。哎，你有不要走，你有姓显，显你有，胡建华给我出来，胡建华，胡建华出来打球，来，哎，不要，他现在已经潜水了，知道潜水的意思吗？潜水的意思就是。他躲起来了，他不敢跟我 WWE。我要想一个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那个音乐，我的音乐就是，噔，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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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不要，太烂了，我的那个阿华，谢谢你的眼睛，叶江仲。还 WWE， 胡建华出来，出来，建华哦，以后阿华来着，建华你来了，建华，建华，等一下我忍不住，
要输，要输，什么？哎呦，你这个还呛我，还叫我嫌小迪呢？哎呦，你这个呛好热好热，呜不，大家赶快来不，这样子，好，一二三，不。古风好好玩，阿花好好玩哦，对，哈哈，啊，我被笑死了，要输，阿华你看你看，哦然后我就然后他就然后就我享受这个不错不错，好啊，阿华，好啊，给你唱，哎呦，被唱到了，谢谢，看起来还是不想睡觉，帮我把眼，谢谢你帮我把眼，阿华等于小迪的开心果，对，改名改起来，看改名字。我想到了，你们可以改名字，比如说牧羊犬好了，牧羊犬，比如说牧羊犬姓真，然后就真小犬这样子，然后显迪是显小迪，然后冠维就是连小维，那还有什么？还有陈世明、陈小明，啊不行，这太那个了，太普通，不能叫陈小明。真小泉，对，很可爱。吴小华，名字改起来了。然后品贤的李小贤，李小，对，贤菊花，这很不错啊。小熊，完全就是小熊啊。吴小华，夏小兵，像小一，等一下，这好像啊，好像一些母汤的名字哦。对，以后见面都小华、小犬，哎，还有什么？先不要，你妈这样，我就是你妈，吴建华，给我过来！你刚才偷吃什么？偷吃麦片是不是？打屁屁，小华。笑死！一堆怪名字，哪有怪名字那么可爱的名字？显小迪多可爱呀、啊！小华叫起来，然后大家去看平衡的台的时候叫阿华的话，不要叫阿华哦，你们要叫小华 ，OK？ 小华，妈妈找你一张。我以为大家会笑死，平衡会吓到。我就是你们，这好像是一个不太好的说法，还是什么？可是我是开玩笑的哦，大家不要认真，不然又有一些认真魔人就说，小迪又说，我就是你妈什么的，好像不太好哦，然后我都被骂死了，然后别人又以为我有病什么的，对我就是有病，我有什么病？我有对大家的伤思病、单思病，对，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可恶。对，我的幽默感的点真的是太有趣，对不对？所以大家不懂，我走在太前了，懂吗？就像香港的那个一样，走在太前，没有人懂 ，OK？ No one know me。尼玛就是那个啊，那个内尔玛还是内马尔，我不知道怎么念了，随便，是尼玛。这有一个梗，我想要讲那个梗，可是那个梗不太好说。Baby I, darling I, 内马尔。我们香港的 E 的那个
像的意就是音译就是说什么尼玛这样子，不是内马尔，我是直接说尼玛尔这样。然后当我跟大家说，你知道那尼玛假摔吗？大家就也讲什么尼玛，你是什么脏话之类的。我说不是，这不是脏话，就是那个不同文化差异，好不好？对对对，台湾会听成脏话，可是香港就是直接叫尼玛。对啊，很像脏话吧？我有一次跟前人说，你知道那个尼玛假摔吗？然后什么你在讲脏话吗？我就说啊，不是啊，那个足球那个巴西队那个，他说哦，内马尔是不是？我说哦，内马尔谁啊？谁啊？这样子。对，贝克汉叫贝克汉 ，David Beckham， 逼贤。你们就是听到你知道那个 B 贤吗？ B 贤啊， B 贤你也不知道，就那个足球很帅的那个啊，然后 B 贤，对啊，那个啊，那个 David Beckham， 然后他说贝克汉是不是？贝克汉 ，OK， 对，是他没错，贝克汉是吗？对，斯罗 ，C 龙纳多，对，斯罗，你们叫的斯罗，我们叫做 C 龙纳多，斯朗拿，斯 C。等一下，西朗拿度，虽然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我就直接讲英文，我直接说 Michael Rice Thomas Muller， 还有那个什么，牛我想想，龙牙怎么讲啊？牛我。算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译。算了，在那个啊，守门的那个啊 ，Royce 在台湾好像叫做什么莱西吗？是那个 Royce 怎么译啊？罗什么罗斯？勇哥对，对，没错没错，这是勇哥讲那个，我们叫什么？龙啊，那么牛斯兰的那个牛，然后亚洲的亚，牛亚，罗斯的罗伊斯，罗伊斯 ，Royce， 罗伊斯 ，Royce。Royce， 内尔曼，好难，名字好难，好难记名字啊、哦！迪罗伊斯，哎 ，Never Kim， 我把我妹拿好帅噶。好帅噶！咦呀，我有哇，我想吐，好饿，好饿我。哎，我觉得因为香港啊，很少人会撒娇的那种，所以啊，其实啊，说实话，当我听到就是，比如说啊，你好坏，就是这种啊，在台湾其实蛮吃香的，可是在香港是当我听到你好坏的时候，我会。哇，我很懂吗？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你好坏呀、啊，这样子，对着，哇，好可爱，好可爱。那你就想想说，好帅哥，哇，我想我拳头硬了，不好意思，想要揍人。你可以被我揍一下吗？请问你有被显迪奇揍过吗 ？Hello， 啊？
还是谁啊？阿宇跟小明吗？他长得很像，还是发型的关系？想知道谁在追踪你的 Instagram 吗？立即下载 Instagram Analyzer。闭嘴！烦死了！我现在他已经改了，他现在的广告是哇哦哇哦哇 ！Oh my god！ 呜、哦！啊，不是一样？给我闭嘴！想知道谁追踪你的 Instagram 吗？立即下载 Instagram Analyzer。啊！闭嘴！吵死了！那是广告。气死！赞！不想看到，不想看，不对，我在讲什么？不想看广告，快追 YouTube 啊！不想看广告，啊，不要看 YouTube 啊！快追啦 ！OK， 冇人逼你睇噶，冇人逼你一定要睇我广告噶吓！唔想睇 YouTube， 快追 YouTube 啦！吓！Hello， 收噶 ，OK， 啊，好烦哦，哟，我的梗都是很地狱的梗，没有，我是那个梗而已，赚外挂喽，就不用看广告啦，不想看啊，那离开 YouTube 吧，离开 YouTube 你就不用看了 ，OK， 好，嘿。对，我也是已经活在地狱。Break my heart， 哇，咕噜咕噜咕噜，听一下。Unbreak my heart， say you love me again. Under this hurt you caused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 and walked out of the door。这个超好听的。Tearing up my heart when I'm with you, but when we are apart, I feel it too. Ain't no matter what I do, I feel the pain. Without you， 你看那个，放这个超好听。哎。唔可以离开我啊 ，Neverky！ 我要对 Neverky 撒娇，好帅嘅你！啊！不行，冷静好吗？好帅嘅！拳头硬，不好意思。我要给你们看 MV， 我的眼睛，我好丑。刚刚太吵了，对不对？你们耳朵要爆，耳朵爆掉！你们看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Hello Charles， 哎呀，好帅哥嘞！哎呀，你好坏啊！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到底是啊？来试试看。请嫁给我 Justin Timberlake。
突然。谢谢 Leo 的 Cup 气球 ，Cup 气球。Never Lucky， 我觉得 Never Lucky 我识着衫，你个头巾啊，你个头巾好正啊，示范下先。你头巾点做噶？即系咁样，就咁样。捉捉影，对啊，他有银饰哎，他那个头巾还银饰，然后我就觉得啊，哇，酷哦，酷哦，我好像有跟他差不多一样款的那个手链，那个是同款。Walk out the door, say you love me again.最近我们都是对不上时间，我们练习时间都不一样。Bring back the joy to my lif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days. Baby, my darling, to me, to me. 对啊。The daylight, time so kind. 太好听了吧！这首歌好好听，你们听过吗？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唱，可是我就感
小伟改名字了，现在起来小伟，现在起来第十一名是自伟哥，谢谢自伟哥，第十名是 Charles 豆姐 ，Charles，Hello Charles， 谢谢你，然后豆姐 Charles，Yeah，Charles， 哎，我曾经，我等一下再讲，好。第九名的是阿贤，谢谢阿贤。第八名的是班奖，谢谢班奖。第七名的是天气热还是不想睡觉不想上班，谢谢。第六名是 Leo， 谢谢 Leo， 谢谢 Leo。第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四名是膝盖帮的贤仔，谢谢贤仔。第三名是 I'm yours， 谢谢 I'm yours。第二名是袁可凡，谢谢袁可凡。第一名是周，谢谢周。超赞吗？罗子，不会念的字，罗子。超实在，超级不在，那就不能爆料了。其实我很喜欢超这个名字，超这个名字很好听，而且是我一个我高中时候一个学长的名字。对，他刚在我看到，我觉得啊、哦，好怀念，怀念一波，因为那个学长。是我的男神，这一看到这个 Charles 的名字就哦 ，Charles， 哎呦，有点熟悉哦。Never lucky， 真蛮 good man， 你有不错啊 ，Cash boy， 怀念学长，不怀念不怀念，只是怀念高中的时光而已。Never let you give you up. How I think about is you.怀念过去，想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对，很棒，我要下喽。Call me river， 我觉得我快感冒了。我从来不翘课，所以你们也不能翘课，好不好？Did you mean what you say? OK， 好。没有很帅，只是眼镜男。我只是喜欢那种可可爱爱那种眼镜男。以前男神，你懂吗？可是我到现在，我跟你们说，给你们看哦，我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是谁呢？我觉得最帅的动漫人物。等我一下，还记得吗？我觉得新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会真是吓到的。记得好啊，超帅的！
他妹好可爱，我喜欢。他在看我。找到了。其实我有张好比较好睇，你可以即系系咯，真系可爱，真系弟弟，怎么那么可爱？好喜欢弟弟。如果我有弟弟，我一定很疼他。我也希望我弟弟永远不要长大。我很疼他，每天抱我弟弟弟起床了没？我说姐姐早安，你过来，姐姐怎么了？抱抱，弟弟抱抱。对，我是正太控，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弟弟的，不好意思，所有的弟弟请交给我吧，我真的很喜欢弟弟。所以如果我有弟弟的话，会每天早上起床陪我玩，对，我弟会被我抱到要，你叫爸爸我不急，爸爸我不急，我对不起，弟弟会被饿，弟弟，好好听一首歌。可以啦，如果我真的有弟弟，我会很好看。If我不介意多很多弟弟，谁要报名都有弟弟。弟弟乖，不哭。我是弟控。如果我怎么说？对，十岁还可以，十岁要不要带他来参加活动？弟弟抱抱，十八岁可以，十岁到二十都可以，因为我比这个年龄大。对，好了，迪姐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艾斯，那块挺多大，好不好？那块可先。不要，我也还没上大一，好不好？空空，我不饿，你饿了我帮你煮早餐，好不好？我要关直播了。哦，我搣细佬块面，我会揽住佢瞓觉。L 仔，哎呀，我要睡觉。哦，又是说我要下播了，我讲错了，不好意思。Yeah. 妹妹呢？妹妹不要跟我抢弟弟，就什么都好。
蓝美凡，弟弟要睡觉吗？姐姐来抱抱。好，特变态，看他的死。爸爸在家。好了，我去跑步啊！哎呦，快跑！拜拜，拜拜 ，Charles。